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31号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是 S10，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英雄联盟世界赛，然后决赛的一天，大家也都知道呢，我这个人是算是一个电竞迷，然后正好我们的 LPL 中国的战队也进入了决赛，所以呢我想录一条 vlog， 然后纪念一下我今天一天观赛的心情。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走吧。时空折叠且今后退，如果冬天的雪返回夏夜，跑去见你，城楼灯还未熄灭，告别最远不过是明天再见，如果烟火你心手还未牵，如果你只爱笑不动眼泪，时光温柔反方向藏下结尾，我们两个许着愿聊一整夜。 I think I wanna kiss you. 我I think I wanna kiss you. What? Is that bad? No. 可以分享。我正好你说到了，我就说一个我之前也用过的微博背景吧，因为这部戏也比较契合咱们这翻天覆地的主题。它叫是个英剧，叫做《去他 S 的世界》。因为两个主人公的相遇和这个。一起走过的故事过程，就是为了彼此去改变，去翻天覆地，而且非常丧的甜。摩天轮是傻瓜，站在原地等啊，预备肩膀，等着月亮，想托起他的梦。摩天轮是傻瓜。怕月亮会冷啊，点满灯光陪它飞翔，不管云层多厚，总有它落在身上的目光。转到最高处要许愿吗？你
你想去哪儿我都会跟上。你在云端上有宫殿吗？去看看好吗？你会飞扬。